彩铃，感谢天，写我心难太过单思。妈，爸，喂，我这给你挂离开病院，啊，你搁随走来？你是真要要逼我了工？妈，啊，我是经过这，想讲要来这问这燕飞怎么状况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有你这带水离开，人伊就平安把囡仔生落来啦。啊，今仔听有足希望。妈，燕飞甲信安，伊会当平安无代志，我欢喜就袂赴啊。我搁要来希望啊，搁嫁都无成啊啦。元娇，你不要这样子了。我看贝拉也是出于关心才来问的嘛。你不要被他骗呐。他现在知道燕飞没有被他害成了，不知道他心里面有想什么恶毒的方法来害我们林家。妈，挂无啊。好好，免讲啊。啊，即个是你家己走，还是我给你呼出去？我会走啦。啊，我讲妈、爸，你先看一下这传单好不好？这是我拄才去楼下看到人在发的。我在想哦，发传单这人应该是要对付恁的。什么传单？我看。爸，你看。啊？什么人在布置传单？我嘛不知道是谁啦。他们讲，布置传单迄个人以前玩偶装，我本来想要给玩偶装给拆下来，看到底是谁。他结果我去甲叫人，啊，煞叫一个伊唔知走倒去啊。我讲爸，这顶头写的讲真的。当然嘛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嘛这是要创啥？啊，你这么早就要走啊？不走啦？好啦，爸，那我先走。哎，千水啊，啊，这代志明个那个客户在协调。协调结果未出来之前，双方拢未使把这消息泄露出去啊！即卖有人在分析，就表示有人对协调过程真不满。清水啊，这公司这协调的代志啊，是啥物人在负责？阮小妹亲手啊。安尼，我叫伊入来问个清楚，看是安怎去扣合协调的啦。哎，我叫啊。现在隔壁那块第二块大楼的消息一放出去，我们那几楼的住户的那个景观就没了，你看看。是。不过秦水啊，你那地是人家的，人家地上盖楼，咱也不能说不能让人家盖呀。隔壁不是，问题不是隔壁的地主，麻烦是我们的住户啊。你看看，这样一来，你看我们那几楼的价钱往下修了。算了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你来看，我人家发你的传单啊，这些明星啊，你看清楚。啊，哪有人知影这件代志啦？要问你啊，啊，这几户不是拢你的客户？这件代志发生之前，不是拢你在替这客户在讲话？无你老实讲啦。啊！阮叫你去安排这客户，是不是你无想要去？啊！你挑工将这消息泄露出去，想要用这個方法叫阮来接受客户要求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讲。安怎？客户约到阿姆？我叫啊！你讲这款话也有证据。这件代志根本无几个人知影呢。好啦，就算讲唔是亲手传出去的啦，啊无伊嘛知是谁讲的。不啦，你说啊，我咧想吼，哎呦，唔是讲个咱亲属啊知影，也是讲咱遐计划尔咧。啊，凡是是迄隔壁地主啊，也是抢着你泄露出去嘛，不一定啊，敢毋是？啊，我真少看唔着人啦，就算讲唔是亲属啊，我敢看伊个表情，看嘛在这一年该有关系。哎呀，月娇。你先冷静一下啊！
这个事情咱也得看，把消息放出去，谁最后得利了？把那得利的人找出来，不就知道了？不要一开始就怀疑自己人嘛。对了对了对了，我老婆说的对了，对不对？人家清秀是领公司的钱呢，对不对？公司没赚钱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对不对？所以，真可能是王金浩做的。那，阿哪阿嘞吼，一定是清秀个消息泄到王金浩了。李策，这头路我会当卖做，薪水会当卖领。啊，不过哦，你袂当无证无据安尼诬赖我。哦，啊，这么跟真正有真有钱，你若无靠这个薪水，你是要安怎生活哈？哦，啊是，王金浩已经提前给你买收啊，啊你今嘛无欠无钱。李策，你讲这句话吼，爱提出证据出来啦。妈，啊是啥物代志气到安尼啦？恁已经讲吼，这消息是我传出去的啦。这传单，哪会这么紧就摕来遮？你看啥？这件代志也轮袂到你知啦。清水啊，你看到无？清秀安尼清清菜菜，都把这个传单给一个来看啦。安尼伊敢有法度保守这个秘密？李金，我甲阮妈吼，无啥物袂能讲的代志啦。我看到阮妈想委屈，敢讲连了解一下权利都无？哎，你甲我这个李金讲话这么大声，啊，你敢不知影尊重时代？我是看人尊重啦，那唔够我尊重的，我若无甲配嘴烂，就算真客气啊。你即马是咧讲啥哈？你唔通抓准这个你无代志。顶摆啊，王金浩偷摕设计图的代志，你还无法度证明你的清白呢？我甲你讲啊，这个传单吼，那是甲王金浩有关的，我看真有可能，你母阿娇拢在替王金浩做代志啦。娇啊，你是在讲啥？代志还未查清楚，你就怀疑亲属甲正统？清水啊，本来代志你唔通未记教训啊！有时阵哦，厝内面的内贼哦，比外口对手较恐怖啦，你知唔？李策，可是你若无法度信任阮母仔囝，阮母仔囝会当做伙失职的。清水啊，免生气啦，这个代志哦，你遐会查好清楚，吼。啊，即摆无恁的代志，你先去无用啦。二兄，别阁讲啊，是去啦，是去。陈翠，你若是无要相信我的第六感哦，你早晚都有一天，你有家己人害死啦。啊，你真正这么厉害哦？我等下买乐透啊，一张都有够啊，哦，我的第六感呢？买找江泰山啦！哎，无啊，清水啊，我来倒啊，啊，我来，清水，你坐，好，我来，哦。我来陪你。小姐，这工厂太过有交代，爱请你安排一个时间，甲迄个公务部的人去现场做一个评估。啊，这敢毋是爱等浩大，等先甲表员开出来才好讲。哦，因为太过想要了解进前包厢的工厂完成的程度到倒位。好，我了解啊，无这两天我会安排。好。哎，对啦，毋知影讲太过甲邱小姐讨论啥物？哦，应该在内底讨论。那呢，我安排好事，我通知泰国。邱小姐真的有够积极，想着理由都来找泰国，我现在是替我妈烦恼。佳慧。麻烦你去啊泰国提记者，讲要开会啊。啊，卡叔讲伊哪里无闲，你来问讲是毋是要通知大家开会时间，然后。
好事。李三，哎，妈，你也走来？我是拄啊吼，去给你买一件衫啦。啊，不过伊讲伊迄个版有较细，我想讲摕来给你试看卖，啊，看会合无？袂合，下摆的时候再摕去换。哦，安尼啊，多谢。妈，哪会走来啦？阿姨，若看到邱小姐来找泰国，唔知乌白想。李三，啊，安娜。你是无介意哦？哦，唔是啦，我真介意啦。只是我拄仔你想讲这牌子我买过啊，我拢爱穿大一号。安尼哦，哎呦，啊买这我就较早敲电话问你就好啊。诶，无要紧啦。飞得吼，我嘛唔知讲我到底几点下班，无嘛，咱即摆去换好不好？即摆？嗯，你即摆在上班呢？啊，你明仔会使讲我咧班无要上啊，化走就走。无要紧啊，飞弟，我拄也问过啊，泰哥，我都马上开会，开会嘛，等你代志，无要紧，无啥。啊，拄啊，你又讲要开会啊啦？啊，你讲泰哥哪里无闲的时阵？啊，照你讲，你嘛去遐看卖，看什么所在，你还甲斗三工啊？哪会当作敢当无你的代志共款？诶，唔是啦，啊，你嘛知讲，有当时吼，头家一挂代志，唔是阮家做员工有法度处理的啊。无要紧啊，咱去玩玩，洗碗洗顿来，行啦。来来来，安尼啦。你也是上班啦，我来换就好啊。飞弟，大吉好，好，好，无我送你出来，免啦，上班上班，我家来就好啊。好，哎，刘华，请进。你们来找太怎样？无啦，我是甲丽莎买物件，啊，经过这顺道摕来给伊啦。哦，替丽莎买物件。嗯，李先生，你袂送建材资料来是吗？对对对，资料拢伫这。哦，清水啊，我听明明讲，因林嫂身体有出什么状况，啊，这卖怎啦？有较好无？哎，啊，都昨暗哦，大家都紧张鬼暝啦，一直等到透早，严辉总算是甲囡仔生落来。啊，因母仔囝起码算讲是拢平安啦，哦，啊，不过还搁伫甲我病房咧。安尼哦。保庇着爱平安无代志，安尼，安尼，大家安尼无拢规暝无困咯。有啊，有小可眯一下。安尼啊，有眯一下就好啦。李先生，是的啦，我拄好要送我妈出去，无这麻烦你把资料放在头顶。好。等泰国伊若看煞，有啥物指示，我就通知你。好。安尼，我要来平安。林先生，唔知你咧看啥？哦，这个工程出得去好。哎，丽华，哎，怎样？清水啊，啊，都，恁即摆咧讲的工程，就是浩大集团迄个旗舰店工程哦。哦，是李才甲你讲的。嗯，泰哥，我并无甲林先生讲邱小姐来找你讲工程的代志。李才，无要紧啦。这件代志无什么袂当讲的。李三什么拢无讲啦，是我送资料来的时阵，我无细腻去看到。啊，太山爷，是我按什么标准来鉴定的？我等你了解了。清水啊，你有什么问题是？啊，就浩大集团这个鉴定，之前大家拢知影是我咧做呀。做到一半哦，啊，莫名其妙去换掉啊！清水爷，你讲的代志啊，我拢知啦。所以目前我干那是研究看卖啦。就算讲我想要接，我咪先甲你通知啦。互相尊重这个规矩，我搁办。哦，是啊，太山爷千万唔通误会哦。雄泰营造是毋是要接这个工程啊？迄拢是恁的权利，我绝对无阻挡恁趁钱的理由啦。啊，是讲即阵啊，我咧想，浩大旗舰店的五董事长，现在完全无甲合约看在眼啦。
啊，你随在伊吼，伊凊彩编一寡不合理的借口，都我包厢啊。这就是哦，伊知影不管伊外无信用啊，甲包厢脱掉啦，干款有别人抢来做啦。这就是咱民族人哦，不要团结的，甲等别人做袂落去时，就抢来做，再好只恶一个业主，安尼吃够够。林先生，假使你若对浩大集团甲恁解约的代志有意见，恁就爱行法律去争取恁家己的权益。啊，搁有恁去用解约的原因，一个人讲一款，你敢不知这伫咧业界对恁公司的名声影响有偌大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浩大集团敢解约，是阮公司单方面的问题？我是无安尼讲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林先生。就算任何一间公司要去标这个建案，因若甲你通知一声，是尊重的；就算伊无甲你通知，这嘛是应该。搁再讲，你嘛无迄个资格去要求人安尼做，敢毋是？玉梅啊，大家有误会，该说清楚就好，无需要甲代志讲到安尼。是啦，柯小姐，像讲我伫做秀的时阵，卖碰到这款情形哦。我若是要接朋友，已经要放弃这个 case， 我嘛是敲一个电话，甲讲一声。这完全无共款啊！这毋是伊家己要放弃呢，是因家己毋知哪步步甲去用换换掉，是因家己的问题。太哥，这件代志咱拄则都已经讨论过啊，就算你决定要去标这个建案，嘛无必要去通知林先生啊。安尼个听起来。恁即嘛是已经决定要标这个工程啊？就算是，你有啥物资格表示意见？邱小姐，泰哥即卖已经在处理问题啊，是毋是麻烦你卖个代志愈补愈严重？你凭啥物认为伊有资格去干涉别间公司要标的建？我毋是要干涉啥，我敢若希望得到一点仔尊重。清水，李莎，我对你看卖者。妈，妈，妈，你对出来，拢无去考虑到泰国会安怎想。李莎，泰国，恁妈拄才来，是甲林前做阵来的是？哦，不是啦，我妈伊送物件来给我。啊！拄好林先生伊就摕饭店建材资料来，所以两个拄好去拄着。资料我看看。玉梅，歹势，我等下要甲人开会啊。啊，这件代志咱就温柔来讲，吼。太哥，我只是认为林清水。无啦，我拢了解。卖阁讲啊，李莎，通知大家开会。是，太哥，是讲，足久我妈去煮酒屋食饭啊。哦，你替我牵这条线，我应该甲你说多声，请你食饭是应该的。是讲啊，我等你好了，我会开完，我就请你食饭，好。我等你电话。清水啊，清水，你给我动的。清水啊，我知道你为了浩大工程，你费真侪精神。啊，我嘛知影讲你即马分解个，你的心情真歹啦。你根本不知我咧气啥啦。我本来唔知，就算我今日我定了跟你讲完这个代志。我嘛是会生气啊！啊，不过啊，人泰国拄好甲你解释啊，伊若讲要去标这个案，伊一定会甲你通知的。安尼你搁咧气啥哈？就算阮江南生讲的是真的啦，浩大集团咧工程，互别人安尼白白捡去啦，敢无我连生气的资格拢无？你标这工程想要赚钱，别人嘛同款啊。
泰国知影讲这有利润，伊嘛想要标，安尼有对唔对？我拄则讲话，就是因为安尼嘛，吴雪清才会口舌讲一定有别人抢咧做，才会来叫我教教啦，话该有的该有的。阿慧珍哦，你即卖已经互解约啊，浩大旗舰这个工程嘛继续做落去啦。就算讲泰国伊无去标这个工程，你敢保证讲叫别个公司人拢卖去标咧？我是无这个材料啦，啊那无吼，我就是要安尼做啦，我就是要让浩大旗舰店永远拢起袂成。萍水啊，你较实际者好不好？这摆无标到，你等别个机会就好啊。啊，我连薪水即卖有法度得到什么款救的？我都要等别人过了两年还是三月工程了后咧，啊，分一两千万给我批判安尼尔啦。我嘛袂当怪别人看我无，因为照我即卖能力吼，我就是干那安尼尔啦。清水，泰国会甲饭店的工程交予你做，就是表示对你公司的肯定。啊，过去至少有去小区要装潢，爱车计费才几百万，你嘛是接，你都无讲安怎？想到即卖两千万要予你接啊，你煞讲人看你无？几百万做甲两千万啊？吼，算讲有进步啊，我也感谢伊啦。你过去就毋是安尼呢？啊，你即卖来变甲安尼哦，卡袂着讲人看你无啦？啊？啊，这就是事实啦。不过我即卖要做啥，我拢爱看别人面色啦。我要破产过一届。啊！所有人拢把林清水当作是一个笑话，不管别人安怎看我，安怎讲我，我拢甲当作我无看，我无听。丽华，啊，你敢了解这种心情啊？别人安怎想我是唔知，不过我用肯定，泰国绝对袂安尼想的啦。啊，你嘛甲接受安尼一摆啊？你敢看袂出来？那是搞错人尔。清水，莫替伊讲话啊。像泰国对李尚嘛真照顾，就总讲以后啊，大家要抢我的工程，我也袂介意避免啦。啊，不过咧，像即届啦，啊包着大工程啊，分一寡南山的给我做。我讲，我照常摕我的专业替伊赚钱，我袂白白摕伊的钱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伊永远拢唔免想讲吼，因为安尼我就会感谢伊。郑董才问过小豪宅的问题，迄个半黑传单就随出现啊。敢讲真正是郑董把代志泄露出去？妈，是我啦。哦，郑董啊。妈，这上你。那有钱，搁买礼物送我。啊，这个月薪水不是还袂发？哦，这哦，你不一定爱等到领薪水才会使买啊。我最近拢足乖，钱拢无学袂开，才捡起来专工买买好，我上亲爱妈妈的。爸，你看，这破礼物水无？啊，我替你挂起来，来。等下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哦，什么代志？你老实跟妈讲，那传单的代志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妈，啊，你那个小豪宅本来就有问题啊，这有客户投诉吼，嘛真正常。你哪问我这啊？真正跟你无关系？我讲无就无啦，还是要问几遍啊？郑董啊，咱做人哦，得诚恳。才有法度吼得到别人的信任。你透早就问我小豪宅的代志，虽然有人发传单讲小豪宅有问题，你讲我安怎袂怀疑？吼，我真正有够衰啦！
大家遇到问题，我拢头一个叫怀疑。妈，小豪仔的代志，真正跟我无关系啦。那是李金强抓到问题，那不甘愿，才找咱两个出气啊。靖东，我阁予你最后一摆机会。卡叔若是真正你做的，你赶紧承认。啊，若无到时阵，大家查出来是你做的，我都无法度替你讲话啊呢。我就讲不是我，你哪阁一直问啊？李金伊无相信我是无要紧，啊，不过你是我的妈妈嘞，你哪无爱相信我，赶快去相信别人。今仔日吼，我会买这礼物送你，我就是唔敢看到你受着委屈。我想讲送礼物给你，你会较欢喜的。想袂到，你所怀疑我，敢讲我较早做唔着代志，我大爱一世人叫怀疑，佮看袂起吗？靖东，我知影吼，你感觉真委屈，啊，不过就是因为安尼吼，你愈爱提醒你家己。千万唔通做唔对代志，人生唔是永远，拢有人会予你机会。只要你肯卡踏实地好好啊做，比送我什么礼物搁较好。妈，你真正足天真的呢。就算讲咱两个好好做工过，李姑甲李金同款会看咱袂起啊。啊，你一个月才领一点仔薪水啊，尔，搁要看伊的面色，三不五时，搁要予李金考试，我早就看袂做啊啦。今仔日不管我做啥。拢是为着要赚较侪钱，要让你过好日子啊！我无还阁让人看会起咱母仔囝啦。所以你为着要赚钱，就甲王金福联合起来，对付恁二姑，设计图胖去，甲小豪宅传单的代志，拢是你做的对吧？无啦，我无甲王金福合作啦。你搁敢骗我？你若无甲伊合作？哪有钱买遐尼贵的破链送我？这条破链哦，若不是靠你的双手正正当当赚来的哦，我干嘛买？妈，我到底是做唔着啥啦？我为着要让你过好日子，我辛辛苦苦会赚钱，想要来诱惑你，结果呢，你煞无倒来了解我，煞你搁怀疑我，伤害我。好，既然连你都无爱相信我，我嘛无啥物好讲啊啦。是安怎啦？我伫客厅就听恁安尼冤到大细声，是啥物代志？阿母，拢是我唔好，无甲靖龙教好。我好啦好啦，你也莫艰苦啦，来来来，无啥物代志，我甲阿母讲，你到想办法。唉，外口有人分传单吼，伫攻击里遐卖小豪宅啦。我怀疑这件代志甲靖东有关系，所以独家在骂伊。啊，靖东真是做这款代志哦，伊得一定承认啊。啊，不过我认为伊的嫌疑上大。阿母，假使这件代志若真正是靖东做的，我唔知影要安怎面对你兄。这件代志吼，那真是正当做的，莫讲是你啦。我对恁兄嘛歹交代咧，伊的头路吼是我介绍去公司上班的啊。阿母，歹势啦，让你这失望。我最烦恼吼，正当甲外口的人勾结，做出对公司哦不利的代志。我看归去哦，我头路死死的莫做。顺续甲靖东带离开公司啊！你死头路嘛，不是正经办法啦。咱即马都爱互问互清楚，这件代志是毋是靖东做的，咱才罢算啊。你二兄呀哦，代志都有够多啊，希望这件代志哦，毋是靖东做的才好啦。啊对啊，阿母。杨辉情形安怎啊？无代志啊啦，啊国庆啊吼，替杨辉啊手术，母仔囝平安呢，我无代志啊，平安平安啦，安尼就好啦。
这个江泰山呐，就是要接浩大的工程。我搁叫你好心嘛，要个工程分给咱做。伊就是感觉对咱歹势。来，千岁啊，手较开个咩？啊，这个浩大工程哦，啊，都跟咱这个解脱合约啊，不管这工程是江泰山也好，也是别人啊，伊得着，跟咱都牵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不管咋说，蒋先生也算是咱的朋友嘛。那这个事情他拿到了这个工程，其实咱应该替他高兴。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啊。对不起，我没那么大度量。要不是吴雪清找麻烦，我们根本不用去替江泰山打这个工。哎呦，啊，大事都已经经过呀，哎呀，卖点讲这句话啊。是啦，是啦。其实我嘛知影，我想想咧吼，我也无啥立场讲啥啦，啊就是一口气安尼骨调，我唔只安尼讲。后来我想想嘛，感觉讲对江泰山真歹势。秦春啊，我看江泰山是个命理的人，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。我看最近可能是你们家里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多了，你一下这个火气有点大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改天我跟再生专门去拜访一下他。好好跟蒋先生解释一下这个事情。对了对了，好吧，但希望是这样最好。哎，嘿嘿，你三个拢在，安尼上好啊。哦，哈哈，你没事又跑到俺这儿来干啥来？我今天在家啊，接到这张传单呐。我看了吼，才知影，恁实在有够夭寿的呢，啊！一间厝卖到安尼贵三三，结果含庙都无，恁安尼做吼，根本就是咧欺骗消费者嘛！嗯，林某，你嘛安尼做菜发廿七哦，传单根本就你叫人去分的啦，是你做袂赢人，你就用这款傲货啦，你才做卑鄙的你！哎，林清水啊，无证无据的代志，你是免乌白讲的哦。规定哦，恁欺骗消费者，就是恁唔对啦。他说啥？啊，他没有啊，他在说我们欺骗消费者。啊？哎，欧哈哈，你不要跟我在这儿胡说八道啊！谁欺骗消费者了？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俺买消耗债之后，你凭啥胡说嘞？我看你呀，就是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干，闲得成的慌，你到俺这儿成天捣乱。哦，王金宝，其实我拢算过啊，无几户受到影响啊。而且哦，我拢甲客户协调好啊。你也不是头一天起厝，人后尾伫我边啊起厝，我干无得甲阻挡，就就你啦。硬尾伫阮小豪宅对面安尼起厝，我嘛是偏要来甲你做厝边啊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免阁讲这五四三的啦。亏得这件代志啊，已经有人逼出来啊。我看以后吼，恁个小豪宅一间拢卖不出，啊！都是你啊！停下来，慢慢慢慢。王阿舅啊，嗯，做人都较重要啊，啊，厝啊卖出去，卖出去，这是凭个人的本事呢。参照你，你看，你伫发这个传单，伫回办文，安尼都是你的唔对。我跟你讲哦，阮是袂堪你胡咧胡白乱舞哦。你若要受超过哦，我也是袂帮你耍了。哦，嘿，哈哈，坏事做了那么多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嗯，报应？啥报应啊？我嘛是看了这张传单了哦，才知恁是够无良心的啦。是讲，啊，不过话讲倒转来哦，我嘛应该感谢恁才对呢，哦。只要有看过这张传单的人哦，绝对袂来买恁的厝。啊，那安尼，我那边的厝一定袂个下下去。啊，这嘛拢分到恁的福气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卖想过嚣摆啦。哦，三年一顿好歹照轮啊。你做遐侪失地代志，人咧做天咧看。我讲，你真紧都有报应啊。嘿嘿，小够奇怪呢。啊！恁是安怎奈安尼，这么爱我，得到报应啊？啊！不过真歹势，
会互恁失望啊！哦，因为安怎呢？我感觉我的运势哦是愈来愈顺呢，那我的小豪宅会愈卖愈好。哦，搁算落来，真有可能我会用摕到浩大旗舰店的工程。啊，阿仔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恁三个是不是想要追心肝啊？爸爸，笑啥嘞笑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啊！哦，以前啊，你是让那黑心的钟馗做了一些法术，最后把清水一家人害得那么惨。我也可以找仙来做一些法术，让你没办法拿到好大的工程。好啊，嘿，就算讲恁找十个仙的哦，嘛不卡怎了？哦，等我若摕到好大的工程哦，我一定专工来甲恁通知，啊！病了你！真多啊！我伫看这个王爱金宝修空修胖都要找咱的麻烦，你都要较细腻的呢，啊！未用你可以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爱叫阿斌哦特别注意，即阵啊王金宝随时有可能叫人来工地来动下手。清水啊，现在咱在命里，他在暗里，这就是命强已多，俺家难放啊！咱还是小心一点好了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我呢，我来过来陪你啊。哇，无你做你去啊。哦，啊，那工地的代志哦，我得打电话给阿斌讲的。好，进来。他睡的啊。等会儿去啊。差不多要下班啦，好，我知影啦，我会较注意的。啊对啦，爸，我明仔载迄 A 栋就开始装潢啦，啊我咧想吼，应该都有客户来看厝啊。哦，你放心啦，我即摆等你巡，啊看阮物件有被藏无？啊有，明明已经伫个公务所等我啊，啊阮等下做伙看二嫂。哦，我知，委托请我。OK， 好，拜拜。你车伫倒？我都无看你的车。我车放咧王金虎的工地迄边啦。我伫你遐去啊？我下晡买饭店工地转来的时阵哦，拄好大卡车咧进了，啊，就把门冻掉啊，我都无法度把车开入来啊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快来便宜啊吼。哦，好。明仔收收的。行。收好啊。嗯。你知啦，清水啊，你看到无？
清秀安尼清清菜菜，都把这个传单有一块块看了，安尼伊敢有法度保守这个秘密？李平，我甲阮妈吼，无啥物袂用讲的代志啦。我看下阮妈受委屈，敢讲连了解一个权利都无？你唔通抓准这个你无代志哦。顶摆啊，王金虎偷摕设计图的代志，你还无法度证明你的清白呢？我甲你讲啊，这个传单吼，那是甲王金虎有关的。我看真有可能，你母仔囝拢在替王金虎做代志啦。设计图放去，那小豪宅传单的代志，都是你做的对吗？无啦，我无跟王金虎合作啦。你搁敢骗我？你若无甲伊合作，哪有钱要遐尼贵破脸送我？妈，你抓准我愿意来丽姑家上班吗？我逐工要甲遐看袂起咱母囝的丽金相拄，你抓准我真欢喜吗？这小豪宅叫什么豪宅？啥拢有袂起，价钱阁比人阁贵，其实拢是骗人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只是要让大家看清楚丽姑这骗人的贱人。啊，顺便为王金浩遐趁钱来有效哩。我安尼做是倒位拢唔对啦！哼，看我安怎甲你创工！恁抓准你装迄几支啊监视器，对我够有路用。有听到声不？嗯。因为有可能是有人啊。干咩？我来看卖啊。是怎啊夹啊？落落来，这工人哦，阮无甲控个好势。啥？好好，我先看过，好好，拜拜。先坐。吼，好佳哉，无让你看到，但无一声就麻烦了。
中风的料拢入来，我都把你拢创落海，让你拢袂用钱。你啥时停伊倒啊？在头前啊，你搞啊。看啥？我听到电箱爆炸的声呢，那当然是为王金浩的工地那边传出来的。我什么时阵去关王金浩？隔壁啊。哦。够开未？你动作较紧嘞，好无？我也是腰杆吼大长过小长啊嘞。好啦好啦，过十分钟就好。啊？半点钟过以前你就讲十分钟，即马过爱十分钟，无啊？你是爱过迄十分钟啊？你这个问题好不好？要问就紧问，干来一直搞我偷看。我这里想讲，你已经忍偌久啊？我想要问你讲，在你心肝内，你是咪认为旧爱还是最美？什么意思啊？尤其这个旧爱，阁是你的初恋情人啊！就准讲，伊即摆已经有家庭、有母囝，也毋过你看伊过得无好，你也是会同情伊，想要照顾伊对无？你是讲我对林先是够感情哦？无，你啥拢无愿意接受态度。我对清水的态度，自头到尾哦，拢无改变。莫乌白想啦，那乌白变会实在。哪有？你今日对迄个林先生哦，真正有够无共款的，嘛伤过关心，伤过反常。
亲戚个性我了解啊，搁再讲吼，因厝内面最近发生这么多代志啦，啊心情一定是无好啦。你这人搁是爱面子哦，进前泰国就我工程讲要发互接，伊嘛无想要接，啊今摆泰国搁要去接伊工程，伊的心内当然嘛是解忧。妈，做生意不能在商言商啊。我相信伊泰国伊的个性哦，就算讲伊摕到标案，伊嘛甲工程发包林先生去做啊。大家拢是同行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帮助，这款道理泰国伊不可能无了解啊。清水啊，这个人吼，个性较直，啊，讲话有较紧啦，啊，其他吼，伊嘛无什么想法，无歹意啦。我感觉泰国是有够玩弄的。之前林先生经济不好的时阵，人泰国无第二句话，马上就把钱摕出来呢。不过今日伊甲泰国讲到安尼，我袂出泰国是一个无道理的人。袂啦，人泰国吼则袂计较济嘞，啊你来气喘喘。其实泰国生活足艰苦的，尤其你约出的时阵哦，你拢无看到伊的表情，实在有够失望。啊，泰国想跟你讲啥先？伊哦，啊，伊就甲我讲，伊遐尼啊爱你，是安怎你拢无愿意顾虑到伊的感受？敢讲你真正无法度接受伊对你的感情啊？你即摆是咧写剧本了？我先解释一下，自头到尾我的态度吼，拢无骗啥物人，我。是足中立的。嗯，你若中立，你就无应该拒绝。你若拒绝了，代表讲你是徛林先生那边的啊。我可是老朋友啊，我拒绝是个安大姐，安尼伊以后甲泰国唔少机会继续搁合作。你敢若想着林先生，你拢无顾虑到泰国，可见哦，你对泰国一点感觉。哎，听你安尼讲哦，敢若提醒我今仔日所做些代志。做了敢那无够周全，啊！泰国是毋是像恁安尼认为讲，我无够尊重伊？会烦恼哦，会烦恼。你有表示你对泰国就重视对无？哎，人泰国是安尼级大头家呢，怎无像恁遮少年家咧想一寡有诶无诶？也毋过你今日离开诶时阵，伊诶表情真正足奇怪啊！而且伊阁答应迄个邱小姐要甲伊去食饭，我看迄个邱小姐根本就想要趁虚而入，趁泰国情商的时阵，想要偷走他的心。妈，我甲你讲，迄邱小姐伊手段真正足高明的，敢讲你真正拢袂烦恼讲泰国叫袂？嗯，我现在上烦恼是讲你什么时阵要下班？你遐拖拖刷刷吼，归去啊，我家己来去食。嗯，卖啦。好啦好啦，大家也讲到这個，你就想要倒去啊？吃饭啦！吼，我不管啦，看恁吃饭时，我嘛是搁要问哦。搁要问？无卖问啊，无哎，无嘛，我带你耍塔罗牌，看未来你和泰国感情安怎？卖啦，你又看无聊。无，咱嘛拜四面佛嘛，拜了咱去吃饭就好啊。边啊，姐姐。吃煞来顿啊，好不？好啊，无咱来去明星啊吃就好啊。行啦，紧嘞，紧嘞，紧行！啊，你唔是大肠哥小肠，紧嘞！哎呦，你到底来啦？泰哥。你过去打电话给伊啦。啊？哦，歹势，你拄则讲啥？我讲，你会用打电话给林丽华，你拄则毋是伫想？毋是啦，我毋是伫想这啦，我是伫想工程的代志啦。想想的吼。
浩大工程，你也是卖接较好啦。咱不是已经拢讲好啊？泰哥，你不需要你顾虑到林清水的感受。恁这做生意的人，人情世事也逐项顾到够，啊，生意是要哪做？我安尼想，是我考虑的，不是为着林清水的关系啦。那恁是为着啥？有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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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件代志是？嗨，泰哥。哎，丽华、丽莎，来来来，倒进这啦。嗯。阿弟在泰国里家，伊头昏搞酒来吃吼。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海鲜呢？海鲜叫要。对了。看好未？玉梅，你要点啥？我若离开春山的人，那哩邱玉梅就发现讲，伊是假出来。妈，现在我拄好想着讲，我阁有代志要找明星，无麻烦你甲我点一下好无？啊，好啊。啊，泰哥，邱小姐，先息吧。我无啥会枵啦，你点啥，我就食啥。阿文，泰哥，你做主啦，你来点就好啦。啊，我先去洗手间一下。我要去洗手间。无方便在泰哥面头前讲，泰哥决定要放弃浩大工程。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工程呢？泰哥决定放弃这个工程，是因为林清水今仔日甲伊讲遐话。你明明就是泰哥好朋友，谁那林清水当这么侪人面头前甲伊口说，你拢无要出面替伊讲一句话？泰哥是经过世面的人啊，伊知影讲这个代志应该要处理较妥当啊。你明明知影你伫个泰哥心目中的分量是偌重，你无替伊讲话就准拄煞，佮走去了林清水，泰哥心内安那想？一定想讲你佮林清水是徛伫个同一边的，伊唔只会切心决定要放弃这两亿的工程。以我对泰哥了解，伊出外行代志拢有经过考虑啊。伊今仔放弃这工程，一定有原因的啦。摸唔着，阁有一个原因。Lisa， Lisa， 泰哥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卡孙若真正甲林清水来拆破面，你甲 Lisa 就足歹做人个呀。搁再讲 ，Lisa 是你甲林清水的查某囝，嘛是因公司的员工，逐天拢爱见面。泰哥就是顾虑到这点，唔才会放弃这个标案。卡叔，若亲像你讲安尼哦，我会去考抗泰哥，叫伊莫考虑到我甲你啥。拄则我已经劝过泰哥，也毋过伊决定的代志，任何人都无法度去改变伊。你敢知影？我是足无简单透过关系，才替泰哥去争取到这个标案的机会。但即摆我想要哪去甲吴董事长讲？讲泰哥要放弃这个机会，吴董事长一定想讲泰哥是一个讲话无算话的人嘛。啊，不过泰哥到即马就还袂把这个企划案交出去，吴董事长应该袂安尼就感觉讲对这泰哥歹印象吧？丽华，你从经营企业想甲伤过简单啊！这就亲像恁的空乐队同款，
明明都有一个机会会当上台去表演，而且头家嘛已经答应啊，都等你将合约书送去。结果咧，你唔那是合约书无送去，最后你阁讲你无要上台表演，头家心内安那想，以后敢有可能阁甲你合作？那我对泰国了解吼，伊做代事拢有计划甲有伊个布局啦。这个表演若是要爱吼，当初就参加，袂讲等重新招标的时阵，伊才来争取啊。所以今麦意思是我想过加薄，乌白替泰国牵线，扰乱因公司的进度。我无这个意思啦，我知你足斗相共的啦。啊，不过泰国咱一开始就无参加浩大旗舰店的这个表演，就表示讲这无伫个计划内面，所以伊即摆无去争取重新招标这个工程。这应该是因为公司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跟你啥。在林清水还没来找泰国进前，泰国对这个表演真有兴趣，而且也开始准备计划书啊。啊，不过等到你跟林清水离开了啊，泰国就随反悔啊。这原因敢还阁无够清楚，是安那一直替家己找借口啊？柯小姐，这个代志我会找泰国问个清楚，是为了什么原因？啊，不过你若一直认为讲是我造成公司的损失。安尼我无法度阁甲你讲落去啊！我是替泰国感觉唔值，我讲话口气才会这尼歹。既然泰国已经决定要放弃，我嘛无法度去甲伊勉强。啊，不过这上伊的工程，泰国伊若是接落来，将伊起好好了后，对泰国的公司来讲，又阁是一个代表作。若是放弃，真正足可惜。对泰国来讲，任何一个工程，不管是两亿还是两万，只要给起好、做好、人喜欢，对来讲是真好的代表作啊！丽华，人讲旁观者清，我安尼主动甲泰国斗三工，你敢会感觉我是有目的的？你哪来问？因为。你甲泰国是老朋友啊，丽莎又阁是你的查某囝，我感觉丽莎这阵仔对我的态度，未输是咧替你吃醋。你唔好误会啦，就算讲丽莎你替我吃醋，不过伊这个人做代事，公私都分明啦。搁再讲，你对公司这样斗相共，伊看在眼内，一定足尊重你的。我会主动去甲泰国斗相共。是因为泰国伊三番两次替我解围，我足感谢伊的。而且我嘛感觉着，有泰国在我身躯边的时阵，我着足有安全感的。我知影你对泰国真有好感，那安尼你甲泰国好朋友啊？我嘛真珍惜这个朋友，啊，不过伊总是应该你就是选择对象啊。就参像是跳舞同款，你若摕，我着接。最后则看伊要选择啥物人做伊的舞伴。那讲到跳舞哦，泰国足够的，跳来足好的。其实你若对伊舞步哩啊行着好啊，你毋免烦恼啥。对啊，以后我都毋免烦恼啥，我只要跟在伊的身躯边，好好甲伊配合就行。丽华，多谢你对我提醒。我无甲你提醒什么啊，我只不过甲你讲，泰国真好跳舞尔。歹势啊，互你一个人提前等。袂啦，哦，拄则你讲伊无啥物胃口，我著叫因传一寡较散脆的菜啦，你食看卖。嗯，歹势，我接一个电话。嗯。喂，郑贤哦，嘿。
好好好，我即马随挂过，啊，你等我一下，好，拜拜。太公，郑贤临时有做要紧的代志要找我，我要过伊迄边者。安尼哦，好啦，你无闲，无闲就做你啦，吼。啊，食饭明天，明天过来。啊，无，真麻烦太公帮我甲电话甲你煞讲者，我先过来郑贤遐。好。为什么要放弃浩大这个工程呢？刚才就讲柯小姐所讲的，是因为我跟丽莎。哦，伊是安尼跟你讲的。看起来哦，伊是误会啊啦。歹势呢，做害你会误解。来，先用物件啦，咱无论哪讲来。太哥，我是伫想讲。你做代事拢有想法的，你无可能因为私人的关系来影响到公司这个决定。啊，你想哪要放弃这个工程，是为了什么原因呢？我跟你讲，我的放弃原因，甲你、啊，甲 Lisa、甲清水，恁三个人一点么关系都无。我是考虑到两点，第一就是。我才拄标到饭店的工程，若是甲浩大这个工程夹落去做，我要调用的资金会真大，而且下手嘛无啥够，到时阵两边拢有可能做袂好。啊，第二点就是因为浩大集团会安尼无缘无故来甲清水阿姨换掉，就表示讲伊嘛有可能以后凊彩找一个理由，就甲我解除合约。对我公司的名声影响真大，为了保险，我不爱甲一种无讲信用的公司合作，钱搁较多，我嘛不爱赚。就是讲嘛，那我实在这态度就是安尼，做别项代志拢经过考虑，绝对袂讲啊，因为我啊是甚物原因，你就来放弃。那不过吼，今仔日安尼岳头就对清水走，我心内感觉。做袂爽的。哎呦，啊，清水最近厝内面发生这么多代志，啊，我也关心一下，这嘛应该啊。吼，安怎？家初。跟你讲生笑的啦。我嘛知影清水最近哦，心情较歹，讲话一定是较歹听，我袂怪伊啦。好，太好。你就是安尼哦，安尼正有啊有量，啊，搁会啊替人想，赞！这杯我代你清水敬你。好，饮完你搁你要罚三杯哦。好，没问题。今天你要喝多少，我拢陪你。够劲！我给你拎。Thank you.
呀。新人呢？新人给我憋死了吧。你放心，你没事啊。跟嘉欣呢？你没骗我。嘉欣。妹妹，你现在都勇敢没？多谢你这里坚强，我有机会恢复我的自信，明天跟你母仔生下来。星星啊，今天平安无代志。讲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好爱惜我，你爱来个真心。杨威啊，你为着现在吃这么多苦，你嘛足辛苦的啊。我袂辛苦，只是因为那边无代志。是安尼，我想要去看伊。今麦新人体重不足不早产，俺老爹新生儿交病房观察了。体重不足，你够要紧啊！只要伊老爹好好照顾，应该就无代志啊。真安尼，真安今麦真安怎？吴医师讲。这案今嘛状况较稳定啊，安尼真好。你赶紧甲卢医师讲，替我安排捐骨髓手术。无用的啊，你动手术的时阵失血过多，啊身体今嘛过安尼虚，我肯定袂堪的。我的身体无代志，今嘛是这案身体较要紧。之前都是因为我爸在内面有事啊，我无法捐骨髓给伊，不过我即摆已经无顾虑啊。这件代志还愈变愈好，这样才能更好起来啊。国强，杨飞讲了嘛是有道理呢。这样一下好一下歹，袂用阁拖的啦。我看还是要赶紧动手术了。我甲卢医师讲一下。即摆当甲两个囡仔拢保着，我真就欢喜。杨威啊，啊你为这两个吃真侪苦，等你手术若动完，我好好甲你报一个，甲你做下来，吼。多谢妈。没啦，应该。好啊，休息。所有代志拢安尼，接较顺顺，一定是咱破了乌心山迄风水局，一切才顺利。嗯，但只要紧请卢医师，替先安排手术的代志。对啦，一定要赶紧，安尼先来看一下。淑珍，啊，你安尼着急是甚物代志先？竟然停止呼吸啊！什么？停止呼吸？是。紧提急救机器，紧来！紧来！不行。怎么了？你给你们家家没穿裤呀？简安，简安，简安，金元，
你加油啊！你千万别当我代志啊！卢医师，进来。卢医师，快点，卢医师，我先进来，进来。你留，那你先出去，我明仔叫你做急救。好。好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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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先出来，你千万别动。我都想看你样子。你莫再讲啊！我无想要听。卢医师明明都讲，今仔已经好真济啊。你袂死，你绝对袂死。袂死，袂死！你死啊！高健啊，你是医生呢，今仔今物到底什么情形啊？今仔什么情形？啊、你冇看到啊？这么乐观的呢？以前有可能的。啊！对，代志太平安的啦。啊，杜家杨副社工，伊要搁捐骨髓要艰难呢。天公伯啊，你那真的聪明人啊！拜托你，艰难要搁这么细汉，伊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世间。天公伯，我拜托你，你不能给他带走。天公伯，我拜托你。我拜托你，我嘛拜托你。只要真的无代志，待我做啥我拢愿意。待我，待我跟我家己的性命，有钱啊，我嘛愿意。天公伯，我求你！该相信你就这样的离去。昨天那场滂沱的大雨，怕忘记那句简单的呼吁。我的一步被烙在心里。曾经我是谁先来？论命算命看风水，我真高。哎，和尚，哎，来论命算命看风水。哎，先生，哎，来来来，带我算你的命来。哎，来来，注意小林哥。笑官迄搭个生意遐尼好，我当只坐几工啊，煞一个人去都无。唉，先生，借问一下。哎呀，哎，这位小姐，要算命看风水哈，哎，我真牛哦，我签名挂准，天靠地断，非常准嘞，我好好给你算一下，来，坐坐坐坐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来来，坐坐，来，请问哦，要问啥？歹势，我是要问火车头要安怎行？门不接头边哪行？你偏去门顶站哟！你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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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感觉去坐坐我的位，闪闪闪闪闪，闪闪闪闪闪啊！哎，我无聊呢。想当初我嘛是大师级的风水师，今嘛刷到落家伫咧地下道替过路人去算命，而且搁一个人客都无。林清水的代志逼空了后，大家拢讲我是恶心师，无人愿意做店面服我。偏偏啊，王金虎佫不准我离开，结果就是这款的下场。敢讲这真正就是我的报应？搬去迄个手工的边啊，不得确实你嘛会对得旺起来。
拍谁拍谁，来救个姐，好，哎，救救救救救，好，哎哎，拍谁拍谁拍谁啊！先生，你敢是看袂到？你个人大只，个人大个遮尔好嘞。我唔是看袂到，我只是走在黑暗中的明眼人。其实我看比任何人都较清楚，因为我是用心在看这个世界。这招厉害，我应该甲学起来才对。小姐，来看相。可以，我是行在黑暗中看世界的风水师。今天大家非常的有缘，行来到这，若是有什么风水命理的问题，拢通会当问我，我今天全部拢会当甲恁解脱。大叔，医生讲阮某爱开刀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敢有危险？哦，爱开刀，来。先生，来，你先稍坐一下，吼，我好好啊，甲你算一下。哦对，甲你翁仔某这个吼，生辰八字报给我。哎，你看，贾安这孩子啊，从小命就这么不好啊，受了那么多磨难，哎，真希望他赶快醒啊，要不然我真担心这孩子一辈子都醒不了了。哎，对。现在我们只能祈求老天爷发发慈悲，让建南啊能够早日康复，不要再让千水一家人受这个折磨了。叔叔，为什么今天是你载我放学啊？哦，因为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大家都去看他了，所以换我来啊。那我也要去医院看建安。可是现在时间有点晚呢，太晚了。叔叔，明天带你去好不好？好。你莫是冰心日出时，今年拄啊好是啊，这个开暑年，所以讲哦，伊即马拄啊拄着寒霜，也不要紧。
哎，即马拄啊，阮是热天，即个血旺啊，会去烧旺着淋巴，所以讲吼，无论伊伫咧地安尼吼开刀，应该是拢。哎呀，伊哪会来遮？啊！伊两个人有哪来吃？啊！夭寿咯，惨啊惨啊！迄前有敌人，后有追兵啊！青哥，哎哎，好啊！哎哎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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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当时你一节上好啥课啦？啊，因为青哥人身体不舒服，在交病房，所以今天啊，我来接他。恁四个人哪会直接开讲？啊，我是要秘密对伊较好。大叔啊，你也无继续讲。叔，刚刚看到坏蛋阿伯，他就是害贝拉阿姨被赶出去的坏蛋阿伯。钟馗大师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个黑心的钟馗，你躲啥来躲？你花占回俺都认得你。哎，那叫谁提了呢？我拢硬币来个拖开地下多，可见你笃定啊！那个属于歹代志做伤多，你得别到遮。老叔啊，到底搁要什么？我男朋友我拄着啦，来小崔今仔无闲，我拢当只摆摊人，今仔才来找我算。啊，拜托啊，啊，你来先请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啊，你刚才来找我算啊。哎呦，走在黑暗中，用心看世界的风水师。是，我看哦，是走在黑暗中，用钱看世界的黑心师吧。嘿，林国华，你慢点，我别讲哦，我也来只摆摊。这是受到祖师爷的指示，免多久，我就到东山再起呀。啊，是你起啥啦？你安尼恶心难改啊！你安尼害遐尼济人，伊还阁唔知影通好反省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要继续害人哦，我就叫警察来给你抓关。你知不知道你这黑心事把人家林家害得有多惨？既然小小年纪，现在还躺在家护病房里头，情况危急，你。是你害的！你，够！哎呀，够！哎呀，讲话就讲话，你干嘛动手打人呢？啊！既然都是你害的，我打不死你我！拜托嘞，你是见咱这个囡仔，你感觉碰到底呢？跟我什么关系？讲啥？哎！讲一解，碰什么？底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要试试看砂锅大的拳头啊？你真正是误会我啦！我只是一个两公司，我就是因为算命无准，唔才轮到到这个所在来替人算命。今天的代志真正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哦，怎么看到拳头母就变出来啊？我本来就是出下咧。哎，恁的代志有代量，过去的代志。但我真都耍啦，卖管你他个计较。今天好不容易在这儿把你堵到了，我不打你，我难解心头之恨。我哎呦，太疼了！好，不要再打了，再打我就脑震荡了。好了好了，老婆，不要跟这种小人再生气了啊，省点力气了，嗯。都多少路当的，只要你莫吼，莫继续跟你甲我拍，你爱我做什么代志，我拢愿意。哦，这你讲的哦。
我甲你面也顾得到真好，拢无去气甲着结汗，啊，佫会汗一。我甲谢谢谢谢谢谢。叔叔，麦当劳被趁机偷了。哎呦，傻瓜真是！规个魔神啊，害我即马规身躯拢在疼个疼腿。哎，对哦，啊，我的目镜，迄个查某，毋知牵去倒作收无着呢。贝拉小姐，你那遐对我好，歹势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当然，嘿，我是顶次来甲你结什么冤仇啊？今个打倒掉你，真正是不够笑。贝拉小姐，你真正衰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呢，因阿妈我拢拄到恁林家的人，搁让因甲我修理呢。死好啦，像你这样害人，我已经叫林家赶出来啊。这都是为这个恶心仔啊！我，我叫玉皇公拍个，咁要闹震动啊！我拜托你莫去怕啦！像你这帮歹人，去人怕死，都好啦！别啦，你别！你是怕煞的啦！我都知影讲我已经受到报应，现在你还佫唔肯放我煞的？你敢知影？我即马不但吼是去用砍棒拆掉呢，搁用逼到来这个地下道当只摆摊专家。认真讲起来吼，真正的受害者就是我。那照我来看，你来这个地下道才摆摊，根本就是不了这个人呐。人是靠劳力来赚钱，你呢靠本事来害人。今仔就这种下场，算是你报应啦。别动呢，我知影讲你让林家的人赶出去吼，心内足气的。安尼你来趁这个机会，好好表现，啊，让恁家人搁重新接受你，唔才对。阿公，我即摆连恁家大门拢无法度入去啊，我是要怎好好表现啊？对了，哎，拄只吼，迄个林国华啊，甲迄个卢董啊，因阿公无咧讲吼，建安吼又搁昏迷去送去你家后病房，即摆状况真危险呢。建安，那真危险嘛！我讲你要赶紧去病院看建安，啊，若无都袂赴啊！建安今日安尼，那是不是洪水给害啦？我今日都要替天公伯讨公道啊！哎，我咧，好啦，那个拍了以后，一个问题断言，就是我啦。好啊，安尼我就卖怕啦。哇，等下要倒霉！你若继续骗人哦，早晚叫撞登去啦！啊！你不是已经走啊？啊，哪会出一个乌蝇脚啦？死好啦！啊！别啦！哦。啊，这查某人是够够用的，啊！这样，董事长，总经理，这是安特利护肤中心的破破状况，您快些。彩玉，你想怎啊？你吃歹巴肚，我不要紧啊，我吃一下酸梅就好了。你的别吐，还要随时准备酸梅，根本是……你根本是有心啊！明哥，咱早就把彩云当作是一个伙仔，伫只门口要紧啊。
彩云，你敢真正有心吗？阮学弟啊？无可能，彩云早就跟恁学弟分开啊。你哪会知？我有甲嘉芬讲啊，我甲伊已经分开一段时间。彩云，就算你甲伊已经分开啊，啊，不过你嘛要让伊知影这件代志啊。刚刚你想要偷偷一个人甲伊囝生落来，囝仔不是伊的，是我即马男朋友的。这是郑成功的。啊，甲邱振成有啥物关系啊？你甲伊讲了未？我唔敢讲。你嘛知影，你心内爱的人根本就唔是我。伊若知我有心，一定叫我退掉的。彩云，我心内真正足惊的，我足惊伊无爱提这个囡仔。真正就惊，好啦，你先莫乌白想，我相信郑成功唔是这款人，你好好甲伊谈熟，伊会负责任的。等，先划拨清楚好不好？恁拄则讲的意思是讲，彩云起码甲邱振贤交往，而且有伊的囝仔，啊，不过伊即马无想要伫啊。安尼我讲了对哦，明德，我相信郑成功袂叫你超过啦。彩云，这个代志一定要跟伊讲。我哪会甲讲？顶一遍，阮业务部办庆生会，大家伫遐食饭唱歌，我无说你，却有人知影阮两个人做伙。就起家对我大细声的，啊！不过迄天，伊迄天就是起家几百多岁，唔只啉遮尔济酒，伊啉到醉茫茫，规晚拢是我伫咧照顾伊的。嘉芬。不是我对邱振贤有偏见哦，伊安尼对一个查甫囡仔，敢有应该哈？人彩云是倒一点，互伊带袂出门啊？啊，甲伊交往，敢有需要安尼黄叶皮啊？你看彩云呐，啊哭到这尔伤心，我拜托你一下，你甲你迄个了不起的哥哥讲一下啦，啊，莫叫是讲你即马第四枚罪主，伊就会当胡白乱来。搁在办公室大搞男女关系，无敢即摆连囡仔拢有啊！啊，刷落来嘞，拍拍屁股就想要走人呐、啊！嘉芬，这个代志若是传出去，对咱四妹名声影响就大，你知无？好啦，明德，你先莫生气，我相信这一定是误会啦。什么一定误会啊？再问彩云无两句话呢嘛，伊就已经哭到目屎流目屎滴啊！好啦，彩云。你先莫哭啊！你若唔敢甲郑成功讲，我替你去甲伊讲。嘉芬，袂用啊！郑成功知影，伊一定无爱这个囡仔。这个囡仔是我的希望，我袂用甲伊摕掉，我一定要甲伊留掉的。杨彩云，你较清醒好无哈？你一个人带一个囡仔？你以后的日子是要怎过啊？我爱伊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囡仔生落来。彩云，就算你爱伊，啊，不过你至少应该先让伊知影，这个决定要安怎做嘛。囡仔是恁两个人的，不是你讲想要安怎就安怎。这邱振贤，别想要把这人杀了，你。明天讲的无唔对，你一定要勇敢。我会陪你甲郑成功讲。
好啦，代志总是爱面对。阿那爸，我的巴肚一天一天大起来，嘛是无法度搁暗卡。是啊，咱即摆就是。行啦，别惊。 陈小芬，你上来做伙来，我有啥物代志？这些是的，原来也是啊，咱两个人的代志。才来啥物代志？杨彩云，你是干？干乌白讲啥？小芬，明天你看，我就讲你两个人知影，这些一定会跟我生气。 王彩云，原来你之前做遐济代志，是伊给你造谣生事，就是想要设计我。我哪有设计你？邱正贤，王彩云为着要跟你做伙，安尼委屈家己，你讲讲这款话，你到底是不是查甫人啊？林明德，你莫遐查体会倒，我跟杨彩云根本就无安怎。真相是嘞，我嘛想讲。 好好啊，我无赖代志，啊，不过真正是无做哩，才让伊两个发现的。杨彩，我怎么安尼啊？伊是你的女朋友诶。嘉芬，我真正无甲伊做伙啊。志贤哥，你是在互我足失望。彩云甲我讲，你无愿意公开恁两个人的关系。 我甲伊讲，我相信你毋是即款人。想袂到，你真正这么超过。嘉芬，你莫甲我讲啊！你互我讲，我拢起码就看着啊。你是看着啥？有一届，我甲明德看着你甲彩云伫咧咖啡厅约会，你足体贴的，你行一挂，还把我都给他批。 啊，不过过无几点钟，就走来关心我，讲你要因我做伙靠山。嘉芬，你听我解释，迄天是杨彩云约我出去，要甲我讲你的代志。邱正贤，你当我的面对阮太太献殷勤，你敢会感觉你太过超过啊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，你是嘉芬的哥哥，我知。邱正贤。 你大概拢提这来做借口，你真正有够卑鄙的。林明德，你郑贤哥，我阁看过彩云送三顿给你，你家己背掉，后来阁接受，伊送你的皮夹，迄个皮夹是我陪伊去捡的。嘉芬，迄是杨彩云陷害我，伊讲伊要还我。郑贤。 伊的皮夹，我讲是嘉芬捡的，你才要接受。可我你刚才我跟我否认。原来我的皮夹胖起嘛是你设计。那你在咖啡厅的时阵，你就已经把我皮夹偷走对不？陈翔，你是安怎变作口舌陷害我？你讲你的皮夹胖起，我好心买一个新的送你。 我无甲我的相片放伫你皮夹内底，罪证确凿哦。想要搞恁的心理这么重？郑贤哥，彩云去买伊的皮夹的时阵，伊有甲我讲，伊要甲伊的相片放伫内底。你敢
这样一块甜蜜的感觉有多满足啊！嘉芬，代志真正不是参照你这么看到安尼啊？彩云这么拢有心吗？你搞什么？跟你讲，杨彩云，你。我本来无想要甲你讲，因为我知影你一定不爱这个囡仔。你怕亲戚甲我讲过，你爱的人是嘉芬，你是因为小毛才甲我做伙。不过我爱你，我爱甲我一家囡仔生落来。你跟差不多的，想要甲你甲林明德，已经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。你莫怪明德，伊甲嘉芬。就是把我当作家己的小妹同款，伊唔才会坚持陪我来这，跟你讲这个代志。恁这波借刀杀人，高明啊！啊，杨彩云，你赶紧说点出来，到底是你们全部啊？你们谁给抢回哦？彩云这边有心。嘉芬，事实不是参照你听到安尼啊。正贤哥，我本来无想要当明德的面讲出来。我去彩云饭店找伊迄天，我拢亲目睭看到，你伫伊遐过暝啊。杨彩云，你这个查某人真尔恶毒啊！我真尔爱你。你告诉我，我叫你拍听啊！正贤哥，你哪会变到安尼啊？嘉芬，你莫误会我，我伫伊房间是因为杨彩云在我酒内底掺物件才安尼啊！哎，你莫愈讲愈离谱哦！不，你这样是安怎？你意思是讲杨彩云甲你仙人跳是吧？邱正贤，当一个查某婴儿清白已经互你毁掉。你敢安尼对待伊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你莫怕人话救人哦！你来把想看卖，你跟杨彩云是安怎对焦？邱正贤，想要讲什么话，先想清楚。我若要用过，你恐惊承担不起。正贤哥，你伫咧我的心肝内，一定是一个真有肯个头的查某人。想袂到你对感情这么有保护责任，你甲彩云就纯粹是我的亲人，你若肯好好做伙，我就替恁欢喜的。今麦既然拢有囡仔，你就不要再逃避了嘛。出杨彩云的巴肚内底，真是有因啊！安尼一定是，一定是啥？有你无可能是我的，甚至无应该继续留在这世界。你真正愈讲愈超过，真正甲彩云讲的同款，你比伊家己那提掉，你哪会当讲出这么无良心的话啊？阿丽。你还讲我够公平？咱兄妹啊感情这么侪年，你是外人煽动，西人就连侮辱我人格，我感觉就是真失望的。正贤哥，是你啦，不过我讲的是事实啊，正贤。我知道，知道你不可能是你这个囡仔，不要紧，你才到这位置，明德加分，你两个咪拢讲啊，囡仔在我巴肚内底，要生唔生是我的代志，你现在无需要为着我的代志破坏感情。
你家己做的，你我安怎？见笑转上去，要拍人啊！好啊啦，这个代志跟面都无关系。你即马总算知影，你这个郑贤哥是啥物款人啊？嘉文，我真正是害你陷害啊！郑贤哥，站在那查甫囡仔立场，我想要对你讲一句话：你若真正予陈有心，你就要好好负责。真是让林明德跟杨彩云设计啊！花开那一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